暖身完毕，进山活动正式展开。芒果婆那里，感恩你，很棒耶。有志工带着孙女来，还有亚大慈青同学加入进山行列。我们希望可以每个礼拜都来，因为我们是热血的慈青，要有热血的精神。我们不应该把环境保护留给老年人，我们应该年轻人要站出来，大家一起来。爱护这个地球，做好事。响应世界地球日，慈济志工与慈青到雾峰山区进山捡拾垃圾，也宣导环保。大家能够一起来把环保这件事情做好，我们的子子孙孙他们才有一个好的地方可以居住啊！人能做环保，世界会更好。亲近大地，潭子街头也有志工身影。 慈济人结合社区环保志工，大家共同维护环境整洁，把我们整个里把它打扫干净这样啊，就是让环境看起来比较整洁。那今年就八十啦，再去洗卡早起吼，安那呢运动呢安呢，大家吼安尼欢欢喜喜安尼咧咧做吼，啊这趣味安尼啊。扫完地，一起享用美味素食。 配合我们社区，本来当地就有一些环保志工来做这件事情更有意义。看到他们的付出，您是否也想要起而行？亲近大地就从此刻开始吧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金殿奎、张志生，台中综合报道。